报告联席会议，出席委员29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6月6日，上午9:08至12:14，下午20:15至5:59，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40人，列席委员萧委员、美行等37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委员叶一金等30人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11案决议。一、委员所提各条文之修正动议一并讨论。二、法案名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三、第一章至第五章张明君照案通过。四、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八条、第十条至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34条均照修正动议通过。五、第四条除第一项第二款分号后，文字修正为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外，于照修正动议通过。六、第九条第四项文中依法设有登记者等字修正为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据末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等字前增列非经本会同意提存物受取权人不得领取外，于照修正动议通过。七、第21条除第一项第五款中应按修正为应刑事案件外，于照修正动议第19条通过。八、第23条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10条通过。九、第24条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22条通过。十、第25条照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23条通过。十一、第29条修正为对于本会之罚款处分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十二、第32条照国民党团提案第17条通过。十三、第33条修正为本条例施行细则由行政院定之。十三、国民党党团提案第5条至第9条、第12条至第16条，各委员及亲民党党团提案第26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1条，各委员及亲民党党团提案第27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32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4章章名不予采纳。十四、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随同调整。十五、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曾召集委员齐迈于院会讨论时作补充说明。二、委员李俊毅等18人针对并案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所为之决议提出复议，决议复议不通过，采举手表决方式，在场委员18人不含主席，赞成者0人，反对者18人，赞成者少数，散会。宣读完毕。好，那个，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好，这个按照议事规则第54条啊，国民党没有提出书面的这个确定议事录的意见，那我们主席才是议事录确定。好，服了，我们有意见，有意见了。那个修，他那里就书面的，现在一起散会了。主席，有意见了，书面的。小心。已经跟你讲了，有意见。好，确认了，没有确认。这个哈、哦，主席哈、哦，这个整个程序都是根本讲，你看，从第一条到28条，几乎都没有行政院版本，也没有民进党版本，然后每一条都修正动议，对不对？他们在怕什么？我认为说你就针对性，你就写中国国民党好了，对不对？完全没有，也不敢，哦，所以说这个让人家感觉说，这个就是哈、哦、这样在做操作。主席霸权，6月6号强行通过。好了，已经写了。
今天国民党党团反对的是什么？第一个，六月六号强权通过，不行，国民党强力退席，你们还是强力通过。针对有很多要保留协商的，你们不在十分钟里面就通过，这样的行径真的是霸道啦，阿霸啦！哎，集权力于一身，行政院已经强力违法，所有的民进党委员浪费百姓的民脂民膏，针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是特定对象的国民党，我觉得这个会议啊，真的是民进党用多数暴力，多数暴力。有办法的话，有办法的话，不要限定年限，不要限定年限。既然这么多的委员在这里为了所有不当党产条例在处理，那一定要针对所有内政不合定的两百多个政党，不是针对七十六年以前的政党。所以，我认为啊，本席认为。不是本委员会，但是今天还可以程序发言呢、啊。好，那个我们继续开会，各位委员同仁请回座，我们继续开会。各位委员同仁请回座。好了，来了，继续了。好，我们继续开会。好，那个民主进步党施一方等人提出散会动议，那还有其他的程序问题，我们现在一并来处理。啊，赞成散会的请举手。好，清点人数。好，清点人数。反对的请举手。好，清点。好，散会。
多数暴力，绿色恐怖，多数暴力。